もしもし、俺。大家好，今天是一期 Get Ready With Me，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小何的生日会哦。虽然说他说人均只有20块钱的餐标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华丽登场。然后我是刚洗完澡，还没有护肤，然后首先我会用到这瓶水。今天主要是会带大家去一起跟我挑选小何的礼物 ，Buffet 就是 The Ordinary 的一个精华。我用了快1个多星期了吧，没有什么效果。拒绝你先天性的眼睛肿，那应该是不可能的。涂上面霜，水磁场。回来啦，然后现在是上一层防晒，防晒就是安耐晒的这一支，对焦。然后我们就上底妆，今天用到的是这个气垫，这是我最近出门都会带的一个气垫。然后就是它主要好的是它有一个遮瑕的这个盘在里面，先遮黑眼圈，遮瑕深一点，等会上那个底妆浅一点，就可以中和的比较好。气死我了，看一下。之前有人问我好不好用吗？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。鼻子我觉得这里遮毛孔的程度还是很明显的。今天画一个浅眉毛吧，今天准备画个眼妆稍微浓一点的，就是颜色很适合我的染眉膏。昨天晚上看了被解救的江哥，跟我那个印象中的感觉没有那么一样了，就是感觉这部电影真的拍得很好，但是以前没有这种感觉。 Kate 的染眉膏，算了，基本上用得很小心。接下来呢，画眼睛，眼睛用到的是这个 Perfect Diary 的完美日记的新色，这样子的，脏脏，我觉得超美。这个颜色它里面的细闪的颜色有这么多，只有3个哑光，真的很适合这种去夜店。选一个松散的刷子给我的眼睛打个底，给我眼睛打个底，浅棕色，打在我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凹陷处。像我这种单凤眼，最重要是靠增加下眼睑来增加我眼睛的大的程度。我觉得完美日记这盘就是感觉它晕开的感觉就是蛮好的，不会就是
一下子错手啊，怎么样？这边还有一个颜色，也蛮美的感觉，适合做高光。Wet and Wild 的这个，今天的妆主要重点就是 Cat's Eye 这样子的，这支色号是402。一下比较早，看起来这个妆没有什么感觉，等会到了夜里。我要去给小何买个什么呢？然后这个商场里很多就是我很喜欢的牌子，什么 Musi 啊、江南布衣啊，都在这儿买的。今天穿了一套这个外套，更新了，然后里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设计。这个就是 Musi， 就是日本的一个女孩子爱穿的牌子。感觉蛮硬的，对吧？我买了这件一大衣，它有一个收腰的设计。夜幕降临，要走路去南风城跟小何他们去吃饭。这件才50块，要买，有点扎人，但是好像还蛮美，很美。开心吗？因为吃到开心是不是？Thank you.
让我们站在阳光的海上，纵然吸引他目光，不要保留住胸的月亮，一点点你占了心难，让我们站着阳光，跟着远方，别当路人甲，让美丽缺氧躺在你肩膀，我微笑在你旁边撑伞。飘飘的无声，五人青春上可恼，啊，无情的人，恨你是恨到。